好吧，这两个正常。拿回正确。陈奕迅，你来干嘛？轩哥，你要害羞。没有人打他们都上去。他们就选这两个照片。对，那时候你在打字，然后小孩打字刚开了。记得拍完就可以。那时候小孩是骗子，就是太久了，我觉得很白的，因为他是300多，300多。0-0啊，零几啊？这今天比超久。哦，干到这里来几轮？要跳这里来。恭喜他！三币耶！蛮错呀，大哥，两个人抢一抢，各过一分，第一名。蓝色打爆！被你们打完了。